盘点渣男黑化的神级翻译。你现在怎么这么不相信我？你现在怎么这么不好骗了？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不要那么幼稚？因为我现在对你已经没有耐心了。我们先冷静一段时间吧。冷到你跟我说分手，我名正言顺找真爱。你他妈谁啊？我是一个翻译。我不想耽误你，你知道更好的。你别耽误我了，你现在不配，你知道吗？你很优秀，你离开我可以过得很好。不是，我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你能别来烦我了吗？真的不是故意骗你，我怕你生气。我就是故意骗你，我没想到你发现了呀。我真的很累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我真的不想理你，你怎么这么欠呢？别胡说八道行吗？那不显得你太一本正经了吗？我跟别人聊骚是不对，你看我手机更不对。对不对？主要取决有没有被你发现我聊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心里只有你啊。我心里都有你了，身体还不在外面搜一搜啊？这不是我本意，我不想同时伤害两个人。嗨嗨，我就想伤害你一个。只要你不说分手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手的。但是呢，我可以用冷暴力逼你先说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刻我最爱你了。当然了，以后就不一定了啊。哎，你他妈的！打电话了，打电话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我绝对不会查你手机的。所以你也不能查我手机，不然你就是不信任我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哪怕付出我的生命。哎，你看人都这么说了，就不用发朋友圈公开了吧。我以前是个渣男，但我想认真的跟你谈一次恋爱。后面玩烦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谈恋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为什么要秀给其他人看？那以后出去玩，我还怎么说自己单身？给你20，闭嘴。给你100，继续。好的。你想多了，我和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，会牵手，会暧昧，会叫对方宝宝的朋友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只要我不承认，你就拿我没办法。宝贝，我最爱的就是你了。但是呢，我不是只爱你哦。你知道吗？你跟其他女孩不一样。就是呢，那个备注的编号不一样。我从来没有对一个女孩这么伤心过，我从来没有表演的这么好过。你他妈在这干嘛？我给你当翻译。你是我第一个这么喜欢的女孩，第一个让我觉得这么好骗的女孩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。我靠，你真信呀？哎，我跟你哪有以后啊？不都你主动的吗？我又没逼你。哎呀，你自己倒贴，你还怪我了。也不是不喜欢你啊，只是我觉得更喜欢一个人生活。为你一个放弃一群，不可能。求你了，闭嘴成吗？你求我不如求天。你好得很，我错，我的问题行了吧？你不好，但你不用改，我换就行。分手了我们还是朋友，以后有事你可以来找我。他想留个缝儿，以后等行业不好了再找你回来当备胎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跟其他女孩搞暧昧了。我以后保密工作一定做好，要是再被你发现了呢，那我就再发誓。你跟其他女孩不一样，你对我来说很特别。特别的好骗。你啥意思？那我走。待着。你好嘞。宝贝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哎呀，宝贝儿，我怎么可能不骗你呢？啊？你相信我，我会对你的未来负责的。负责一天，那也是负责。不知道自己还喜不喜欢你了，但我知道我玩腻了。我们都没错，新鲜感太快的错，就是不合适啊。我再找别人试一试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跟你分手，我再也不谈了。我不会再跟你谈了，你不配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也很为难呀。特别为难，我不想当坏人，但我必须是坏人。就这样吧，我们都要好好的。不好也不要来找我啊，我日理万机。